那个辖内某个联谊社哈、哦、有发生一些一件哈枪击案。那我们警方哈、哦、初步了解哈、哦，是因为双方哈、哦、肇事人是因为那个商谈债务的纠纷的关系哈、哦、来引发的。那当时是怎么会开枪打他？那据我们警方哈、哦、初步了解，那是因为哈、哦、那个吴姓的祖先哈、哦、看到那个被害人前往哈、哦、约定的地点之后哈、哦，然后就可能有饮酒哈、哦，非常的比较气愤一点，然后就拦住他，然后持枪哦来做事恐吓哈、哦，那不慎那就触及到那个扳机，然后及一发子弹。嗯，那对，那时候大概打到哪里？据那个我们初步的了解哦，那是伤及到那个被害人的那个左大腿，还有他的那个阴囊的部分。那